魂先这样认定，然后这个亡魂你要跟他做功德啊，安慰他，对不对？慢慢让他心甘情愿啊，超度啊，还有可能。重视人生，成就生命。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，迎向未来。接下来请收看《菩提如是说》。莲师对二十五位弟子的叮咛三：现在仔细听啊，登马采房，卓越出众的人啊。自心是空无能者和所者，且非经创造。因此要远离奋力勤作与造作，不要用禅修去创造什么，而是要在自身的本然觉知中，保任不散乱的状态。若能保任于如此状态中，本然觉知便能解脱。若是舍弃这样的境界，你是根本无法找到正觉者的。现在仔细听啊，青布的一师感华配策。放下能者与所者时，心并非可见之物。同样的，心是非经创造的，也无需修改。保任在平等定的状态中，不要偏入攀执实存的歧途。要保持着不从此中分心散乱，这即是觉醒或正觉的境界。
现在仔细听啊，书部的背脊生给新的觉醒境界，远离了增或减的一切主张。心是不造作的，且自然从取受或排拒所者的能者中解脱，不要固着于任何事物，要全然地不受阻碍。保任在这个境界中，就是正觉者自身。现在仔细听啊，家为罗卓追的托钵僧。自心无可思，也无可观。心超越是或不是，恒常与断灭，因此要保任在远离修者与对境的禅修中。当你能维持不从此中分心散乱时，就是所谓正觉者的法身。现在仔细听啊，逻辑出发，聆听这教授。要让你的注意力远离能知者与所知，不要有所固着，而是不带希望地自在地放松。保任在空无自性的觉知境界中，如此保任在不从此中偏出而动摇，就是觉醒的境界。注意聆听这教室，枕巴难卡。
虽有所感知，然却没有实体，能作认知却无有念想，有所觉察却无法描绘。要远离概念思考的活动，保任在那个境界中，保持觉醒与宽广敞开。保任在如此本性中，就是觉醒的境界。现在仔细听到欧枕的背脊望秋，觉醒之心是一种有所感知的空性，一种空却明的觉知。要保任在觉醒心自身的境界中，不要改变或修正它。保持着不离此中的如如不动，这就是觉者。仔细听我说，人谦求客。注意力的本体非由何物所成，既不能握持，也不要在禅修中去创造或忽略。不要去修正或改变它自身的清新，而是要保持在任运而存的本初状态中。在这样的境界中，要让自心如如不动，因为除此之外，再也找不到其他的果。现在仔细听啊，拉拢的背脊多节望秋。